欢迎咱台中桥信中，咱的管理委员会，咱的主任委员李焕香，咱的荣誉主任委员邓长坤先生，咱的各位委员、各位贵宾、李南大家、李南兄，远坐挂会邀请平安。今麦邀请到咱台中桥信中来做贵宾，咱的停车场，咱今天叫停车场用餐。邀请到咱台中桥信中、台中桥信中来做贵宾。 咱的停车场，咱今天叫游览车，游览车停车场，用餐。